after today, it might feel that Brown is not with us anymore. But it will be always as a man said. A man said that is open to failures and accept it as part of the journey. Congratulations, class of 2023. We made it!28号之前那个晚上，我基本上每半个小时就都会是醒来，然后脑中就是一直的回想我明天的稿子，布朗前十年的所有的演讲，所有人都是有稿子的，但我想脱稿，我就非常怕我自己，因为比如说忘了一句话，所以后面的所有的都接不上了。怎么克服这个东西呢？就是我通过跟别人讲，我讲越多，我心里越舒服。嗯，布朗毕业典礼的第一项是你会排成一个特别长的队伍，当时特别晒，然后大家都满汗淋漓在那站着，不知道队伍为什么不动，然后我就开始背我的稿子，背的我声音越来越大，旁边有家长给我们照相，就是白人家长、印度家长、非裔家长都围着我们听我的演讲，讲得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兴奋，最后我讲结束了，就整个这个排列这个排队的前后的人还有旁边家长全部开始鼓掌，也是促成了我的这种自信，然后给了我很大勇气去站到台上去演讲。我其实大一就觉得想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它很酷，感觉黄种人在或者亚裔在美国的被代表性很低。9个到最后一轮的学生，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其他的亚裔，所以呢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成功了，我能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大家，就算我这么破的口音，我也可以站到台上，大家也是能听懂的，也很喜欢。中国人对口音其实特别的看重，印度人也有自己口音，新加坡人也有自己口音，他们都敢永远表达自己。就算你有口音，你也要敢于去尝试，敢于去 reach out， 万一成功了呢？我翻了 YouTube 上可以找到的所有布朗毕业演讲，然后前十年的尤其每个人都发了邮件，每个人都发了礼，说能不能改一下我的稿子，能不能我们稍微聊一下，因为我也在最后一轮，或者说我正在申请。有很多我特别敬佩的人校友直接就回复说没有问题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给你改稿子。选题是从一开始我就比较确认的，就是学会容错，所以我原文中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一直没有改，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宽容自己的失误，也宽容对方的失误，如果别人错了请给他第二次机会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一直不变的一个想表达的意思。从高中申请我就这种感受，我当时首考47分，最终90分也没上去，申请美高，申请12所，被拒11所，1所 waitlist。 大二呢，我申请了50多个行业的100多个岗位，这100多个岗位只有一个面试。 Now we are going to depart from Brown and enter another stage of life. Instead of treating it as a race, let's carry on the mindset we started here and continue to explore, experiment, and take risks. 只有我足够准备好的时候我才去做一件事情，你永远都不会去做那件事情。就比如说我说我去想，我当我口音足够好的时候，当评论区没有人会嘲笑我的时候，我在做这个演讲，一切都晚了，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。现在国内争议很多啊，非常流行一句话，就是普信嘛，对吧？普通的时候不应该自信，但是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普通人，自信应该是自己给的，普通是别人给你的一个标签，你不能因为别人怎么看你而你自己不够自信。自信它强调是内部的一种能量，源源不断的去激励你做更多的去事情，只有你先相信自己，别人才会相信你。